大家好，这里是休闲不要上班。那今天玩游戏是这个放置修仙。Yes，那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进来就是先随性一下吧。这名字还真是挺有趣的，有人就可以叫笑话。OK，好了，就先随性一个吧。然后，因为这算是一种文字类、小说类的概念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，要什么种族呢？我们看啊，人族是聪明的人族，是出色的战士；灵族是有治疗；魔族是高攻击；妖族是防御力。所以看起来，人族就是啥都有一点的意思。OK。哦，可以沉默。随性吧。字太多了，就他妈得，所以它是文字上的概念。35关可开启。哦，文字类的简易挂机看起来比较像这样。那过关就可以获得奖励，领取可以从它全部的东西都是用文字去做显示。怎么说呢？也没有说它不好啦，就是觉得哪里有点怪怪的。然后字有这么一点点的多了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福利在闪呢，好有趣哦！看一下哦，那目前就是在类似赚钱。哎，这里任务在闪。哦，版本预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好，不知道说什么。总之就是，文字版本的挂机游戏吗？那 请问少年墨鱼是什么东西？墨鱼炖。OK，所以我有一个盾的，我有一个陪我一起上阵的人，好，应该是这样吧。然后可以穿衣服什么的。哦，我大概懂了。好，那目前反正短时间内应该可以先随性的打打吧。大家现在都有练气节间，这个小红包可以领，会是仙元乘以6，我也不懂是什么。哦，图鉴呢，也不是真的图，应该叫做文件了，我觉得 有点冷，但是真的，那应该也不算图鉴吧。然后35关后会开启自动挑战，OK。哦，可以就是选择一下，哎呦，真是有趣，有趣。给了就这么一点点的钱，好。是说我自己是选择的是治疗，然后盾，对，他会送我一个盾就对了。哎，阵亡好像不会怎么样哎。哎，对，阵亡不会怎么用。然后可以穿衣服跟武器，青光宝刀。有没有什么说法呢？没有，就只是单纯的小东西，穿一个衣服，大概就是这样。这样有穿就会亮，是这样吗？不是，他是说可以强化跟精炼了。哦，但这个也可以，为什么不会亮？哦，每一个再点开就可以了。
好，但是就我所了解，这种应该是最烂的。刚刚不是有图鉴吗？我找到了，就是那种小东西。哦，图鉴只有人哦。那我很想知道，那用颜色去判断应该也可以。所以果然这个蓝色最弱，再来应该紫色、橙色跟一路上来。好吧，这是他最烂呢。勉强强化个武士，让他可以好好的用一下。那刚有个什么东西自动使用，渡劫丹，不用渡劫了，渡什么劫啊？这游戏怎么说呢？就是一个不好不坏的游戏。但感觉可以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还有个重生模拟器跟通天路。哦，可以重生，好。通天塔，要一关一关上去吗？进行中，好。排行榜是长这个样子，30分钟更新一次。OK。任务目前没有太多的东西，就是一个修仙游戏，但是是文字修仙，对我来说就是不好不坏了。但是还没有等级上的问题，我看一下哦。等一下，它可以渡劫哦。消耗修为，为什么可以换？没有可用的伙伴。哦，可以渡劫，好哦，真是谢了。现在发现渡劫在这里，反正95%嘛，就先随性渡一下。我这样进阶了是吗？OK，我现在逐级起，就这样。OK，我莫名的逐级了，好。那他一直在闪，到底什么东西可以领？哦，这个可以领了。耶，不错不错。想到他一直在闪，到底什么东西在闪？那墨鱼应该也要跟着一起稍微渡一点，对不对？不能超过主角的。境界好，所以我的境界现在筑基进一阶，那他们最多也只能是筑基进一阶。哇塞，他筑基进他真不愧是盾他的血量好高哦！你看那个墨鱼血量6000多，哇塞哇塞！我想要赶快开通后面那一个，就文字修仙。算好玩呢，其实这也可以做招募哦。仙元是用来做这个用途的啊。我现在仙元多少？哦，207。OK，207只能招募一次。看一下哦，必出一个，还有10次必出，下次免费。我就先招一个吧。我们来看看晴儿是什么？晴儿上阵，你是什么？你是战，战的意思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看一下，战是高攻击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太前面的意思。哦，把晴儿也稍微升一下等级。好，我们就先升为静吼。攻击，奴隶，
火灵鼓舞，总共只能玩20回合，打20回合的意思吧？我想，它会这样显示，意思应该是如此。OK，快成功了。Yeah，等我一下下，领取机摇。哎呦，等一下有那个木风什么的，但我要先把它处理一下。机摇是什么？也是个站，好，那我先把你往后移了。哎，都。先处理一下，然后35关之后才可以做自动挑战，这不喜欢。那是不是什么东西在跳？有哦，领取。这么难呢、哦？哦，好了，算了，你有跟我建议，我就先这样吧。啊，怎么获取？有没有说如何获取？查看未获得。好吧，没跟我说怎么获取，所以我就要慢慢自己去琢磨这样子。好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就是一个文字版修仙，不好不坏。感觉就是，如果喜欢这种类型的会很喜欢，不喜欢的就实在是看不太下去。就像是我刚刚一进来，我有点不太习惯，我比较习惯就是那种有图的，大家都知道。啊，它跟有图的其实也没有太大差异，但这对于手机跟还有对于他们在制作方面应该会比较轻松一点点，因为你不需要再去画图嘛。对呀，我只能这么说，不需要再去画图。刚刚有纳戒吗？诶，有鞋子，什么时候有鞋子我都没发现。哦，纳戒的意思应该指的就是背包吧？储物，法身。不懂。好，算了，洞府又是什么？灵根，看不太懂。有一些福利什么的，还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困惑。在线奖励，先领为敬。仙缘就是那个吧，可以培养用的那个。卡住了，哦，他说我太点太快，好，对不起，哦。下定，就怎么丢？先领取一下。就我对这边的理解的话，这种蓝色的比较不好，好歹紫色以上吧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吗？不太懂，算了。可是它会一直亮欸，它会亮，我就看的就有点阿杂。它打的实在是有这么一点点慢，觉得就普通。OK 啦，总之就是如果要玩的话，可以玩很久的一个可以很浓很浓的游戏，但是它的浓是文字上的浓，所以可能感受上没有像比较那种打。那种小怪，那种图示方面的来说没有那么的明显，但看得出来这也是要弄很久的游戏。如果要玩的话，哎呀，哇哇哇！我怎么又找到一个这样的游戏呢？我人看也不多了，哎呀。OK，那，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吧。这一下休息，不要上班。先尽量观看，谢谢。